师，请吧。大师，请慢。柔儿，你不是要随皇上进京吗？为何又要剃度出家？我反复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留在岱海寺。大师，也请为我正威剃度。阿弥陀佛。正容，弟子在。为师赐你法名颜容。颜容，谢过师父。正威，弟子在。为师赐你法名颜远。颜远，谢大师赐名。你们竟敢出尔反尔！皇上，事已至此，已失天意。容儿，为什么你们都要离朕而去？难道要朕也剃度出家不成？皇上息怒，事已至此，当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天下百姓为重啊！为什么？告诉朕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。皇上，蓉儿心中只有这里的父老乡亲和需要蓉儿保护的老百姓。他们也是你的子民啊，皇上。正容听风，民女正容心系民间，此风圣和神医。民女正容谢过皇上，谢皇上。容儿，今天便是你我生最后一面，皇上保重，替我谢谢长孙妹妹。阿弥陀佛。Oh.